没收。好好养病，我先保管这些。你好烦啊。谁烦？你烦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胳膊酸。这吗？疼疼疼还是痒？疼。那你这个姿势能不疼吗？刚从医院出来还想回国啊？我已经跟董思阳请假了，你这周不准去上班，好好养病。你真会自作主张啊。那公主你现在胆子不小啊。那我还能更大。是吗？不信你等着瞧。现在让你瞧瞧。那你有本事就赶紧好起来找我算账啊。标题我都想好了 ，LP 老板与竞争对手女高管偷情，用美男计来获得游戏源代码。这个标题怎么样？徐丽娜是千万粉丝的网红，你知道吧？如果用她的抖音账号发布这条视频来控诉我出轨朱韵。你觉得朱韵会怎么样？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社会性死亡。你去告诉李迅，让他好好考虑考虑。我高建宏都要死的人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丑闻。可朱韵呢？他舍得让朱韵的名声扫地吗？嗯？我不怕再鱼死网破一次，打倒我多少次我都能再站起来，可他不行。我一直想征服自己的命运，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想追求的，不是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喂，苗苗。撤诉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刚的事儿。这么突然，条件谈好了。朱韵，你要挺住啊，我发你段视频。